金智媛因主演《泪之女王》事业再度攀上巅峰，人气也持续暴涨。近期金智媛正展开亚洲巡回见面会，其中金智媛在韩国见面会上就曾承诺粉丝将会换掉8年都没有更换的 IG 大头贴，还特地挑出3张照片让粉丝选，最终选了使用搞怪滤镜的嘟嘴照。就粉丝表示，会选这张照片是因为看久会让人有种想亲下去的冲动。而在见面会结束后，粉丝都相当期待金智媛换大头贴，既然她终于低调将大头贴更换成了嘟嘴照，瞬间引起众多网友朝圣围观，在韩网上掀起热烈讨论。